知名女歌手莉迪亚2015年和主持人马修迪安结婚，八年生下了三名子女，感情相当甜蜜。不过日前根据泰媒报道，莉迪亚近日突然在社群向丈夫表示：“我已经仔细跟你说过了，你有在听吗？在你结扎之前，别想再做，我不想再生小孩。”而除了在社群喊话，莉迪亚似乎还买下广告，只见看板上写着：“马修迪安去结扎，否则再也没有性生活。你的老婆莉迪亚。”对此，马修迪安就贴出该看板照片，并回应：“有必要这么夸张吗？我们谈谈不行吗？”而本来有人怀疑是宣传手法，不过事实上，莉迪亚之前受访时就提过，她希望专注于音乐事业上，但每一次的怀孕，工作计划就一直被干扰，难以复出乐坛，所以不想再继续生了。而马修迪安最后也答应了妻子的要求，同意去做手术。